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的艺术激维港2024的潜力光年，将3月25日至6月2日对公众免费开放参观。该展览包含了200个发光的蛋形装置，晚上6时半至晚上11时期间将亮灯。当这些发光的蛋被人推倒、风吹倒或浪拍倒时，它们会迅速恢复站立的姿态，并改变光的颜色。参观者如果触摸这些蛋，它们会立即改变颜色。然而，为了进入草地互动限制区域，参观者需要提前通过绿系统预约。参观日期和时间：日期即日至6月2日，时间晚上6时30分至11时。最后入场时间晚上10时30分。地点：天马公园。入口设于天马公园近政府总部东翼。费用：免费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